喂，我打错了。哦，是吗？嗯，我要打给蒋玉的，不错了。蒋跟许这两个字在通讯录里应该离得很远吧？你要反应这么快吗？我智商很高的，好不好？嗯，情商低。我情商低又不是一天两天了。能别这么理直气壮吗？不能。你给我打电话就是为了告诉我我情商很低？啊，不是，我问一下，联合小组的阶段报告写完了没有？写完了，已经交给蒋玉了。是吗？嗯，那我去找他。爸，拜拜。哎，宋叶。拜拜。拜拜。